术中心。在这里，代表明华园日团，感谢各位的观众朋友到场支持，谢谢你们。看着这么多观众朋友，现在就感动诶，恁的支持是阮最大的动力。这届呢是日团首次参加台湾戏曲艺术节，本来呢去年五月都爱甲大家见面啊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延到今仔日。要唔过开春新气象，阮发出全新的舞台制作、服装制作，也搁有阮阿伯国家文艺奖得主、明华园总导演陈胜国担任我们的艺术总监，在这个剧情场面的调度、乐曲、词曲的安排，导演阿伯，谢谢。阿伯都很低调，都不出来。谈六嘞，陈胜在老师，他的习惯，爸爸。爸爸讲嘞，头一届徛来到这个戏的中心，但不得来卡落去啊！希望大家看了有满意。今仔日来去去上台，爸爸安尼做会介绍。真感谢台下所有的观众朋友莅临支持，多谢。首先，我们来介绍台北市立国乐团。常振港团长，在我们国乐团的老师们一同来观赏金豆香，再来介绍咱桃园树文化局局长，谢谢你，局长。啊，今麦说的是要哪介绍呀？因为伊无
不能拍落去啊，好哇！再来介绍咱同志苏嘉明议员。还有我们的林显元老师、陈凯老师、张俊宏老师、女士红心高玉山小姐、大爱电视台陈美玲组长、李金刚老师，也有人喜不欺不怕就韩庆慧小姐、赵欣老师、陈建新老师。陈希汉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周玉春老师，台北传统戏剧团蔡余珍团长，金德陈航宝团长，新乐园戏剧团刘秀凤团长，来，小编再来来，不要错过每一位嘉宾，你就站在那边就好，不要动了。我们的嘉宾呢都非常的重要，所以还有就是我们北投里许志全里长、万荣里苏宝龙里长、石牌里洪美惠里长、士林区前港里陈瑞华里长、北投区中心里陈立章、钟嘉宾立委助理邓廷瑜，谢谢我们台湾戏曲中心台前幕后的工作同仁们，你们的协助非常的感谢你们。最后再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明华园日字戏剧团今年度再度获选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新作发表计划，即将发表我们的新作品《穷神》。非常特别，作品是以一句“伟大来自贫寒之家”充满励志的一出戏。哎，不然你准备开心夜呢？但是我们有带刀再生辉，谢谢。